对呀，当年我们很欢迎他吧，因为我们跟他，我一当兵就是在跟着老总统嘛，跟他几十年嘛，老总统现在去世了，离开那么远了，我们还是很欢迎他，对吧？ 现在已经走上民职了嘛，蒋夫人也不住在这边了，所以如果再保留这个地方哈，也是一种浪费啊。但现在他开放了，大家民众多一个休闲的地方，可以进来，哎，这是表示我们民职开放以后的一大进步。 哎，这钱是什么？不是这钱，看看姐姐，还是？哎，你进来！拜托你啦！好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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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